民进党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严宽恒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同框挥铲，这是严宽恒宣布参选后，两人首度同台，也是来检视宽恒过去七年担任立委期间，对于选区内的各项建设的成果。 不是空口白话，严宽恒大打建设牌，他也针对台中市前新闻局长卓冠廷指控他位在沙鹿的豪宅违建及土地取得问题做出反击。当时是民进党执政，为什么当时不查处？那现在再来爆料乌龙指控，那现在是不是也直接？ 说明了他当时的行政怠惰。我们要选择的是为民众做事的人，而不是为自己家族的财产去找这些扛棒的人。民进党仅有一个未经相关单位判断的爆料，严宽恒则用过去深耕地方建设的优势，要突破重围，证明自己多年来关心第二选区的建设发展，不是流于表面，更不是只会充满口水和造谣。记者许玉文、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